我自己做酸菜鱼，不想做饭的时候就来份酸菜鱼吧，五分钟就可以完成，而且这里面的鱼肉特别嫩滑，非常好吃。先把酸菜冷水下锅，水开后倒入酱包，放入喜欢吃的配菜，煮开后放入鱼片，煮三分钟，喜欢吃。可以加点辣椒，做好的鱼肉嫩滑好吃又下饭。你看这脖子还给你吃了，顺着脖子哎呦我的妈吃饭。哎呀今天脖子好吧，有扣肉。哎等会儿、我教你个扣肉的新吃法，看着啊，看着啊，那瞅着挺好的，这么张嘴，大点声啊，大点声啊，大点大点开始了啊，哎，好吃不？嗯，好吃。这你笑，加油吧！再来一个，比如多夹几片就啊，这位。好嘞，张嘴啊，大点声，哎，大点声，大点声，多夹几片这位啊，大点声。哎，大队长，好嘞！嗯，香不香？真香。还要不？你看肉都给我呗。行，都给你来。嗯，张美啊，长大点，这位肉度我呀，长大点啊。哎，大队长，大队长啊，哦耶！啊，真香！哎呀，好吃不？好吃，真好吃，都香哈。哎，这位你拌饭吧。嗯。哎呦我的妈！老公，吃饭了，吃饭别玩了。你扒了啥？没有肉啊？没有肉，我先上厕所。一整出来玩手机就是上厕所，不吃拉倒。不是我吃，啊，真香！哎呀，哎呦我的妈！我吃啥呀？叫我天天出去喝酒，看我今天怎么治治你。老公，
饭了。哎呀，今天吃金针卷菜啊。哎呦，再吃。哎，老公，刚才老王打电话说打麻将三缺一，问你去不去？去。妈真香，哎呀。哎哎，跟谁呀？啊，小红，还有小弟啊。妈，我老王媳妇儿。那我还是不去了。我媳妇儿在家，明天赶紧再约，赶紧再约。好嘞，哎。我金饼呢？你等吃我吃啥呀？别想别了，我这边给你留了烤肉呢，还专门给你准备了红酒。这还差不多。哎呦我的妈！给老公烤肉，烤肉，你那好心，还烤肉，给你吃烤肉吧，我是金饼。妈真香，哎呀。还是同学。对，这有烤肉啊？给你不吃。哎呦我的妈！